要技术人员啦、啊，属古厝啦、啊，没有讲会包贵哦。这些公司有个看个啊，如果人家讲用你三个机器啊，发信处啦、啊，冷气不够冷可以去投诉哦。这间公司 OK， 这个是高九后化身个啊，我给你看一下是不是？哦，高九后化身个，看吗？不知道哪里一间啊，我不会报他名字的，你放心哦。你们要做冷气的时候，要会了解，哦，不了解你去投诉没有用。像这个哪个去投诉出来，哇，车这个做 aircon 的隔板跟他，哇，阿 U 来阿 U 去没有用哦。你贵错不是你讲，关于一七到五个啊，投诉你啊，你可以搞罢了。哦，不要讲跟你极专业哦，这种东西没有一个用机器哦，我给你看一下。看嘛，我所讲的，每个不相信，这是每个的事情。如果机器是懒人做工，看嘛，它油是干干净净的，不用机器去洗，是锅一个啊，省你拿你们的钱拿省钱啊，拿去做，然后换还是换啊这些东西，然后这些东西我已经换出来了，啊，还没有做好啦，现在公司久啊，恐怕是没有个休息啊，还会扁掉，这个叫扁掉，有些公司扁掉我不给你知道啊，给你看一点点就好了啊。有干干净净，不用用机器洗。他走了有休息，还是叫 aircon 走了没有休息，不是 aircon。只有 engine 不能休息 ，engine 漏油也就要顾油啊、哦。这个公司我已经表演出来了啊，他 cooling 柜，他给我时间，他 cooling 柜看不看？看这样子啊，给我时间，要能接受。不管你是什么国家也好，东南亚也好，哪里国家也好，哦，只有每个国家，我们也不怕进口车，你们有些好不高会做。哦，普通车要做的好一点给人家，要我挑战性，还是叫做做 aircon 哦，只讲专业冷气做 aircon。有些人家讲平平做冷气，样样个问题果有会发生，根本会发生呢。第一点，我跟 get 没有口齿啊，那时候我会表演出来，现在我表演这辆车好了啊，这辆车三个 VRM 啊，我跟你们讲这辆车我已经表演出来了哦，它个 cooling 柜漏，还有 APU 各个。哦 ，APU 各位就不一漏啊，时间他这样称是用了十年了，车主。哦，现在我已经表演出来跟你们讲，你们不相信。如果你们能够有赢过我来讲啊，我送给你。如果你刚刚做出来个跟我拿比较，拿挑战不用紧。好、哦，我现在是改车，我们两卡的前车啊，刚才两个，啊，车主还要叫我跟他去买东西，买这个。哈、啊，现在我是改车，刚才是改啊，他走啊。这辆森林的车啊，他们有时开的车盖的时候，开那个有一个引擎会着火，这地公司，手指开一下啊，这地公司它会着火出来。哦，盖的时候引擎刚刚做出来的，然后就换了两年了，他这种车主，哦，一空开了啊，关了，开一空啊，他叫我车主叫我去买这些公司，他帮他买，静静我不要买，懒人啊，真的是。还有那个抽屉叫我去欧乐，现在欧乐没有货，整个丢后没有货，要去叫基隆摩叫他了。哦，叫我小朋友价钱算便宜一点哦。这辆车用了十年了啊，你看，两百，哎呦不止哦，229752，用了十年车它是啥用的啦？他之前没有钱，我没有叫他做，他去做引擎型，还有引擎漏油他做过了啊。哦，第一个是给马人做，第二个是给华人做哦。现在他有钱比较微水，我不怕他微水。哦，你看这个冷库啊，我没有卡一半，哦，卡一半过一点，他讲很冷要加倍。哦，这个 get 又新鲜，给你看，走啊休息，我就讲休息。有些小小降过冷气，每个还不会啊。哇，车主有些要咬啊咬气啊。这种公司我所讲的，我们给你测了 Let's Go 工程千多块，有万公司啦，花押令还没有算，以内还没有算哦。公司花该要付出责任，不要像那个临时人咬到我哦。以前啊，你叫马六甲朋友啊做冷气啊，恐怕是几个钱，你叫你去问了，他来跟我讲啊，现在马六甲华人九年 VMU 啊，939380啊 KB 八色个。年轻人看清楚一下，不要每天咬我。他妈一个不是我不会做，他妈你不会做，估计坏了。他那个时候啊，之前是测 cooling 柜，
里面挖飘个耳挖啦，他孔贝瑟落的时候，你还要跟我讲，老板，这个是你的事情啊，你讲话没有负处责任啊，你老爸老妈在这里家里，我问你，啊，我不是佛棍啊，只有前九后啊，看到我的时候你就知道，哦，政府部门有告我这边的，哦，他能够有这样的休息啊，哦，他开饭，哦，因为我公司也要看可以哦，你看看啊，看看我就过力，我跟你讲啊，然后找了个板凳指盖一下。也是我上班又有写个，有写名字的，我现在要给你看一下，一下子啊，你要看看名字是什么，大家看看我的名字。好，你看这个轮廓就是这样子，看吗？摸一下，我们是拿经验，不是讲人家老人家所讲的，每个公司靠机器，懒人做工啊，政府官员都是一样，那做工不认真，前次哥哥，你们法制里面不是讲没有眼睛看，摸个样。来呀，看吧，看吧，这样长啊，冷库，冷库一定有，他走了会休息，休息呀。好，孔边车没有出油，孔边车出油就没有办法。好，这样我要救他这辆车。好，这样救他这辆车，他的孔边车也是出油。哦，试看一下，我问了公司给他顺畅，他的风扇有力没有力？然后风扇力要够，那么风扇力讲不够诶，公司可以加出来。那么这个公司散热哦，给它风更加进。现在新车全部螺棒，螺棒还会进风，这种要进风是很难。看上面的风，看下面的风。啊，这个也是一样哦，这个也是啊。现在新车更加先进的就不一样了哦，就谢谢大家了。哦，不是讲我讲你们领工化哥哥，是你们不会做的人懒趴去干，是吧？懒趴去种。不会做就讲不会做，老师没有叫我，我就跟着乌南走啊！跟你讲，你们还有老师叫出来的每个嘎铃工啊，都没有跟乌南这里换那里换，而且换了另外按键，这是什么？啊，上一天那个威拉那个蓝色的，啊，我跟孙子做个，我叫他测 A 空啊 mini 盘，好，啊，看一下他那个线已经做好了，给你看一下啊，这个里面是直杆和二关吊，好，啊，和二关吊一个风扇有走，一个没有走。就孔边车没有走，现在我借回去做空，借空了。我叫他借来看，等过几天，他讲他后面进水，我想试加，但是我给他看一下。哦，这个也不相信，你可以找政府部门，然后咋告诉我，咋个告诉我个？有些人家孔边一点点啊，华人国要鸟什么种族，你们鸟我不用讲，你们看清楚一下哦。在政府部门去的时候，一个个停掉，像全部人一样停了，做工不认真啊，没有用心去做啊，嘎怕零啊，车嘎零啊。啊，这边车拉车气啊，整个天价会亏没有用。你看我用的什么料？我这样车主相信我，我跟他换两三次，换了两三天还跟他做，隔空还跟他做。我是一两三个哦，我不讲车跑慢慢的哦。啊，像你们封面也是一样，哎，看到车跑慢慢给人家做，给人家讲我生意很好，每个讲生意不好，说骗话就好，说骗话最厉害。现在行情很干啊，你知道吗？每个没有工啊，每个拿车主钱勾勾啊，做傻傻啊，还不死啊。啊，这是去教出那个啊，你们有眼睛看的哦。我所讲，我是想认真的，我也是政府部门哦。我和喇叭所讲的，我是政府部门啊，根本外面不要去展哦。政府也没有叫我们去，然后还有给我钱，我们就出去哦。啊，要捉我的时候，你们要注意哦。这些老师我全部都认识啊，西阿里米个也是 Econan。华人家他讲的，我们出机器看你啥个，全部说骗话最厉害的，也不相信叫我参加了。我这里参加个中间这边，我改一支电话器，阿妈你卖个公司卖什么公司？价钱公司卖个贵贵给我，我在那里去赚，我阿他价钱，哈，这是我的厉害。你讲每个做人气啊，时间有几间可以用？跟你们找个会的时候，你们还来跟我讲，哦，时间里面我给你干案只有两间三间，其他嘎怕零件。上一天我的朋友告那个人家介绍那个巴嘎瓦利，他住巴嘎瓦利，他讲他的车马威我俩孔边是两粒啊，两粒他不能先十个啊，哦，最后给他十个加关，我给车主了解，最后他问了第三粒孔边是他里面口令会漏啊，不想先忘了孔边是这种东西，我们就可以测就测，我们可以用心去接触那个，最后给我知道，我朋友讲做了三千多块一辆汽车马威三千多千锅，三千锅要啊，这种是正常的哦。这种是你们一个不该贵人干你们个前面的时候，你们不要好好去看，哦，不要好好去学习的错啊，不是我们的错 ，OK。
时间过了都不能回稿了，每个说屁话最厉害的，时间过了不能回口了，我们已经假假学个会慢慢学出来。我告我芭蕾汉的时候，我讲我要做 aircon， 我舅舅也是做 aircon 的，还没有教我高管呢，我写我要做 aircon， 我做了几个年的经验哦，时间过要能接受啊，有些我们所讲的，我们进个 gate 要进个住个 gate， 还是叫个冷气会休息，这样休息几个次啊，你们给我听个声音了哦，给你过一次，哎，拉一下，我拉一下，这样长啊，至少有六七寸啊，就赢过你腰啊，摸了够酸啊，好、哦，谢谢大家了啊。不会，我有 Facebook 有 YouTube， 敢敢去问，不要金嘴巴，不能掏口。每个金嘴要怕死，每个平民做人气，怕寄钱靠我过了，不用怕寄钱的。公司公庙的改变，一两年的冷气锅是一样。有些车主给我做了几个年，要看车主跟人物的用法 ，OK， 要会了解啊。不会就要请教问人家，我电话号码你们立马去找。哦，现在我的 GPA 加整个交号最有名的，好，我的咖喱钱，咖喱钱哪咖先生的名字？咖先生的这个名字啊，让我看一下他的纸，我们丢去哪里啊？咖先生里面。他的纸，之前盖先生那个纸他哪里有，我不知道了啊。然后告诉我找他出来一下。盖先生最出名的，他一看看，这里人家个恐变的地方，我个 GBA 的地方也是在这边。好，你交给马人，马人就直接安排你哪里一间装。你不生气，你就试看一下，纸缝爬去哪里哦。刚刚有给你们看一点点啊，不回去哦，纸盖这边。好，这个驾驶层刚好刚好附近旁边，九号的 GBA 啦，驾驶层十八月马的 Mark， 他是一间电话店啊，他先安乐我，安乐我，我个妻，我以前是安乐驾驶层的不可以用，他就咋了，装了249粒，哦，这样出名了，因为靠过出名，我怕人家是什么，人家是咬了牙气啊，如果报部门哦，我设一会部门在跟着你。所以和部门啊，你看啊，如果他的车啊有什么问题啊，搞波皮啊，他总司令看到啊，啊，他就来控制我的十八幺了，我十八幺来控制我，到时候我下去看一下，看什么理由先，啊，现在每个做工很难啊，赤蛇吃过力啊，哦，就谢谢大家了。